选 B 地质。手托着腮，左手在五颜六色琴弦上徘徊。若不和一只蜗牛在比赛，看谁先碰到那颗白菜。竖琴上绑着旧鞋带，却总是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。若不带了新朋友，可是我比总是不理不睬，一直在等待。却担心离开时，他正好到。